哦，我你想好了吗？你叫什么？我叫施瓦辛。施瓦辛。施瓦辛格。好好好，农农你叫什么？我叫叫叫叫叫。好。这个可以打字幕吗？打得出来吗？叫叫对吧？叫叫。王爷，你叫什么？叽叽。叽叽。叫叫。叽叽叫叫啊！佳佳，你叫什么？叫龟龟。叽叽叫叫龟龟。龟龟啊。叽叽叫叫龟龟。叫叫。哎，你们这一组啊，目前只有小五做个人吧？你们真的是，啊，是个人名。好，来，涛涛。那我就起个叫，光光。是吧？是发光的音，但是光。好，星星你叫什么来着？啾啾啾啾，就是是舅舅，但又是啾啾啾啾。我这个是龟龟，但是是龟龟。我是，就是龟龟龟。我叫什么来着？龟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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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龟，我的龟龟。韦家队除了伍嘉诚以外，其余队员的游戏名称都有着奇怪、复杂又十分相似的发音，不知道何种队会取什么名字来抗衡呢？超越，你叫什么？花开富贵，吉利花开富贵，花开。这很危险哎，你名字很好记哎。好了，你将会和施瓦辛格一起走上一条不归路。徐凯，你叫什么？老农恼怒，老农恼怒，恼怒，恼怒，老农恼怒，老农恼怒，恼怒，就是他不高兴了，一个老恼怒，恼怒。好，对，星辰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黑灰化肥，割过宽沟，割跨夸框过宽沟。太难了，是好，鹏鹏你叫什么？榴莲牛奶。我叫流量大拿。你叫什么呀，娜娜？女男女男。哪几个字？女。男，南方的男。两个口的女。哦。男是篮子的男。女男女男。